头开出花朵，汗水变成石油，在实验室造个梦。Follow me， 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操纵，神奇药水给研制成功。当你一学化学作用，就让你一块爱上我。想把全世界收入口袋操纵，神奇药水统治着星球。是 SH48 Team H2 的许阳玉卓。那么这一次的个人宣传片呢，它讲的是一个未来的自己拯救过去的自己的一个故事。然后可能在这个宣传片中，我使用了类似时光机的东西穿梭到了现在，来弥补我自己的遗憾。那么其实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时光机真的很难存在吧。所以关于总选举，我想传递的就是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总选举嘛，也想在这里有所突破，所以我也会拼命的努力，为了不留遗憾，因为可能没有时光机这个东西了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加油，对，拼尽全力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最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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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张勋多多投票，拜托大家了！喜欢张勋的朋友一定要帮他投票哦。那么7月29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你，希望大家为我加油，爱你们。